奶奶买下波斯湾油田后，准备坐私人飞机去瓦坎达抓老头下。将军，私人飞机要什么票？奶奶，你这么富啊？这有什么？我那还有一仓库的飞机呢，喜欢送你一架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还会不好意思啊？都是一家人，分什么你我？对啊，对啊。喂？哦，好。啥情况？对呀，阿飞。啊。你们两个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。你不是要去机场吗？问那么多干嘛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带我来这干嘛呢？看风景啊。差不多吧，不过是去看风水。这哪能信啊？阿飞，风水两个字，实际上就是景观建筑学，古代叫地理学。啊，你这说的啥呀？大家都是生意人，你懂得。我不懂啊。奶奶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这里有啥好看的呀？这前靠山后靠水的，两全者为福地也。这水在哪呢？喏，山管人丁，水管财。这滩水也算？听老头子说，你俩结婚到现在还没生出来，我着急了啊。要生也不是来这里啊。哎，那个看完我们就赶紧走吧。等天黑了再观察一下。2000 years。这奶奶为了等天黑就是想跳舞吧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列阵，临兵斗者，且阵列前行。列阵在动，青龙听令，来看谁变幻莫测。节奏。可以了，米娅，看好了。老头喜欢去下棋，我在这和别的老头跳着舞。气不死他我。合着你在这跳舞就是为了气老头啊？不说了。啊。把这片广场都包下来。啊。现在刷卡。啊。